千万不要随便挤痘痘，有可能挤出一条肥硕多汁的小可爱。就在刚刚，女孩为了直播间涨人气，竟当着百万粉丝的面演示挤痘痘的正确手法。咱俩随着她的慢慢挤呀，稠当当的粘液中竟有一条小可爱在蠕动。此刻女孩脸上痒痒的，等她看向摄像头时，自己都被吓懵了。消防员闻讯第一时间赶到女孩家，初步检查女孩胳膊骨折，消防员挪动座椅为女孩腾出更大的空间，并缓慢地将她扶起。同时消防员询问女孩脸部的情况，女孩这时声情并茂地告诉消防员，随之话音刚落，消防员就在桌子后发现了那条肥硕多汁的小可爱，粉丝直呼 Oh my god。 队友询问女孩最近有没有去过中南美洲，女孩不解地告诉消防员去过。这些消防员就都明白了，原来女孩脸上钻出来的叫蝟蝇，属于中南美洲独有的寄生虫。一般来说，它们是通过蚊虫叮咬传染到人身上的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女孩刚刚将它完完整整地给挤了出来，可女孩还没来得及高兴，队友又说这小可爱一般产卵都是一窝，而女孩又经常化妆，为蝟蝇提供了良好的孵化条件。这话一出，女孩彻底不淡定了，希望消防员赶紧将她送到医院，将剩下的小可爱都取出来。同时女孩叮嘱消防员将她还在直播的手机带上，她表示还要继续给粉丝们直播。